好啦，今日介紹啊尖沙咀嘅觀景台啊，依、這個就係拍拖嘅聖地啊。咁啊，因為依度人少啊，唔係多啊，而且好多清靜嘅位啊。咁呢度咧就即係內地人都唔係好識摸上嚟嘅。啊，有內地人，但係呢度見到你見到唔係滿嘅，唔似海旁咁樣嘅。而且旁邊一對對情侶咧，個氣氛好好嘅，啊攬拖攬石啊，即係喺度咧，絕對係好有情調嘅。啊咁啊，依度咧就咁啱線嗰日咧就帶咗個學生嚟抄牌，咁啊溝緊女啦，其中一個學生就喺度。好啦，見到一大堆情侶喺度啦，遊客啦，啊，即係嗱有男男啦，有女女啦，嗱咁啊依一對情侶嗱，依個男仔識食啦，箍住條女嘴啦嚇。咁啊，依一個咧就朋友嚟噶啦，唔使講，離行離辣。好啦，咁啊最尾依一對啦，啊咁啊即係情侶又唔似喎，咁樣嚇。咁個男人唔識食啦，應該箍住條女攬住打車輪，因為咁撚浪漫嘅地方嚇，即係溝女係無敵噶啦嚇，又要免費。